坐上的位置去玩，那么也请你小心指导他。西腰山洞那个图哎，那西腰山洞那台也是坐的，大家坐那么大才好看，壮观、啊。那一台方继红，我那时候就帮他弄了好久，弄一弄，后来我没时间，就他自己弄。但是他拿去那中国叫他做的啊，中国你叫他做的、啊、那一台哦，对、啊，要拿去还他了。他有把它做起来吗？啊，有把它做起来吗？没有，做一半而已。就是雷武做的那一台，对，一手不便宜，然后就现在最投受国际好评的。跟人坐在上面操作不一样。
人在上面永远都是一个电费前面的方向，可以去看。人是固定的，因为它是在电费前面的方向。气流会在变，在旋转。这边气流不太稳。受到建筑有点影响，它这边都这样下旋气流。对，因为我刚刚问他，问那个拍了说勉强可以飞啊。主要是这飞机的特性不特殊化。他现在是在自旋状态。他之前那一次有用引擎的辅助动力做，他有用他液压棒，他液压棒有打开。不过他的海水浴棒太小了，不太适应。靠那两个片就可以。你看他现在还是算自旋。我在观察过，我那个还有推力。打大了。他现在带刹车，带刹车踩到了。
他现在的速度为最快，他是高脚。对对对对对。